麻雀館係開俾一啲中意打麻雀嘅賭仔，佢哋唔需要約朋友，隨時入去，隨時有得打，中意打幾大打幾細，任君尊便。但係細估唔到，有啲人因為打麻雀連命都冇埋。 喺1992年，香港發生開埠以嚟最殘酷嘅一單劫殺案，就喺九龍旺角最旺嘅麻雀館裏面發生。有5個蒙面匪徒帶住手榴彈、輕機槍，衝入瑞興麻雀館裏面。佢哋唔單止要搶錢，連命都要埋。有兩個客人因為俾錢啲匪徒俾得慢啲，就俾匪徒即場開槍打死。而匪徒逃走嘅時間同追捕佢嘅警員大家發生槍戰。 雙方一共係開咗113場，結果係造成2死19傷嘅慘劇，將人來人往嘅旺角夜市變成咗槍林彈雨嘅戰場。我哋喺呢度重温一下瑞興麻雀館當日嗰個情景係點樣？瑞興麻雀館位於旺角砵蘭街，係全港最大麻雀館，60年代開始經營，係由當年總華探長石磊一手創辦，到而家已經有40年歷史啦。 入面係分成樓上樓下兩層，可以容納麻雀台50到60張，伙計都有50幾人。開業以嚟一直都太平無事，除咗賭客間唔中有少少爭執之外，咁多年嚟從未俾人打劫過㗎。據業內人士估計，每日抽水係可以達到70幾萬。由於打牌係全用現金交易，終於喺92年5月5日，就引到5個冷血匪徒打主意啦。 有啲人就係叫咁樣樣，咁跟住就冇曬聲，跟住就冚唪唥踎曬喺台底。我嗰時聽唔到話係打劫嘅，後屘聽到噼啪啪啪咁，好似消防長咁就聽到嗌打劫，打劫，所以我轉攞下出嚟，跟住啪啪啪又開幾槍，咁跟住嗌攞鎖匙，可能啲頭家攞鎖匙，要我鎖匙。 当晚9點幾鐘，一部van仔喺瑞興麻雀館附近慢慢兜圈，入面坐住5個狠匪，香港人黃建偉係賊頭，佢哋個個都有槍在手，而黃建偉仲係用一支殺傷力極強波蘭製造 PM63輕機槍，而且呢一班匪徒仲帶住10幾個手榴彈。呢一班狠匪帶住咁多武器，除咗係保證打劫成功，仲肯定可以阻止警員追捕。5對眼5支槍，釘實麻雀館正門。 就好似一隻大麻鷹，對住隻小雞虎視眈眈，隨時會將佢置諸死地。9點45分，賊頭黃建偉認為時機成熟，下令悍匪一齊戴上飛虎隊冷帽，帶齊武器衝入去麻雀館，進行香港開埠以嚟最冷血嘅械劫行動啦。射得好緊要啊！你見到啲乜嘢啊？喂，仲敢睇？仲敢睇？有冇見到有賊啊？ 當然係賊嚟啦！路人就以為飛虎隊。當日呢5個蒙面嘅悍匪入咗呢個麻雀館裏面，進行大屠殺之後，搶走埋啲現款，結果開始逃走。佢哋同趕嚟嘅警員大家相遇，結果一場街頭嘅大火拼即時爆發。本嚟呢條係人來人往嘅熱鬧街頭，突然間變成咗手榴彈同埋子彈嘅戰場，無辜嘅市民生與死就係一線之間。 据当晚一名死女逃生嘅雀友同我讲，当晚佢打紧牌嘅时候，有4個戴住飞虎队面具嘅大汉冲入麻雀馆，开头仲以为系拍戏，但系当个贼向天开一轮枪之后，佢先知道系打劫。贼佬嘅手法好毒辣，有2個雀友因为攞钱出嚟，动作稍微慢咗啲，就俾个贼开枪打死啦。之后班贼仲不时开枪向雀友扫射，班贼走嘅时候就同赶嚟查案警员相遇。 班贼系唔理一切向警员开枪，又掟手榴弹，完全唔理街上嘅市民死活。惊咯，嗰个仆低咯，唔知发生咩事咯。听到可能有人开枪咯。你觉得而家香港治安系点样？冇乜安全感啦，喺街度冇计噶啦，系咪？通街都系贼，咁少啲出街咯，系咪？其中有3個悍匪现场突破警方火力网之后。 走到去上海街山东街口拦住1輛路过嘅102号巴士，巴士司机见到班悍匪揸晒枪，想唔开门噶啦，但系悍匪一怒之下，向住巴士左边车头挡风玻璃连开几枪，司机被迫开门，之后悍匪就上车挟持车上乘客做人质。
而且沿途开枪同追捕的警员搏火，仲掟几个手榴弹，好彩炸唔中警员，但系就有多个途人被炸伤啦。荷枪实弹喺巴士附近戒备，唔敢行近。而在场警员亦赶走围观的人群，气氛好紧张。巴士上面的乘客被困在车里面达到两个钟头，由于天气焗热，不少乘客不停用线去泼凉。到了十二点，只有警员上车，包括了飞虎队在车上面戒备，命令女乘客首先逐个举起双手落车。男乘客仲要搜身同埋核对身份证，我哋睇到警员不时用枪指住落车嘅人，防备有劫匪假扮乘客突然间发难。落咗车嘅乘客都话，当时喺车上面好惊，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呢次系不足半个月以嚟第二宗有品匪向警务人员乱掟手榴弹嘅案件。事后警方怀疑有匪徒仲匿藏喺附近嘅大厦，立即调派大批警员到场。將介乎豉油街至奶路臣街交界的一段砵蘭街封鎖，守護劫匪。警員都著上避彈衣同揸住槍，又用停泊在路邊的汽車做掩護，氣氛緊張。其中有三个男人要被扣上手镣，带回警署进一步调查。警方话呢批全部着上避弹衣、蒙住面、分持短枪、轻机枪同手榴弹嘅劫匪，喺晚上十点左右闯入砵兰街一间麻雀馆行劫，叫所有顾客交出财物，并且向一啲企图唔交出财物嘅顾客乱咁开枪。佢哋劫到大约200万元嘅现款同饰物之后，喺门口同一队经过嘅警员相遇，双方爆发枪战。劫匪分路逃走，另一批劫匪又遇到另一架巡逻车，再发生第二次枪战。警车的挡风玻璃亦被子弹打中。在两次搏火期间，劫匪先后向警员掟了几个手榴弹，其中两个爆了。事后警方军火专家在现场附近一共找到四个被爆的手榴弹。又在现场附近一个地盘找到一支改装过的轻机枪。另外，現場又留下大批分別由警員同劫匪發射的彈頭同彈殼。警方話，佢哋至少開了30槍，而劫匪開了幾多槍，仲要等收集彈頭的工作完成之後，才有準確的估計。在整個事件當中，有兩個人死了，同19個人受傷。事件中的21名傷者分別被送去明愛、廣華同伊麗莎白醫院。其中有两个男人在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在另外的19名伤者当中，有13男6女，其中有一个是蓝帽子警员。15个被送去广华医院的伤者当中，部分只是受轻伤的，在敷药之后已经出院。出事之后，广华医院门外有很多伤者的家属和麻雀馆的员工都纷纷去探望伤者。大部分只是受轻伤的伤者都是在匪徒离开现场之后后门逃生时跌伤或者擦伤的。这种枪和昨晚找到的匪徒用来行劫的枪械属同一类型，在近期的劫案中第一次出现。拥有4支这种枪的枪械经销商何应行说，这一支是波兰制的短机枪，1963年开始面世，直到现在只有中国曾经仿制过。子弹的射程只有100码，但是它的威力在于当机枪用全自动系统发射的时候，1分钟可以射出600发子弹。不过何应行说，这种枪在中国不普遍，是一支非军用性的枪械，在中国应该少过2000支。它不是一般性中国军队的常规武器，
佢唔係配俾戰場上面用，係應該係屬於一般性，譬如啊保鏢啊或者特種部隊用嘅。咁就係類似香港嘅飛虎隊啊，或者機場特警所用嘅輕機槍，係同類型性質嘅槍械。咁就我都覺得好奇怪，佢哋有擁有呢類咁嘅槍械。要將途經嘅巴士逃走，一啲就喺混亂中走咗。其後警方喺深水埗追到架巴士，但係就揾唔到可疑嘅人。啲匪徒咧係首先喺上海街上咗一架102號雙層巴士，當時巴士上面有大約30個乘客。匪徒挟持住司機，叫佢駛向深水埗方向。途中咧係遇到警員追截，警匪曾經搏火。我哋見到車身上邊咧有多個子彈窿嘅。匪徒係隔住玻璃向警員開槍，而巴士上邊咧大部分嘅玻璃都係碎咗。佢哋又打爛玻璃，喺車上邊掉咗一個手榴彈出嚟。手榴彈發生爆炸係炸傷咗一個人。其後架巴士係同呢架私家車相撞，私家車嘅司機落車想理論，被匪徒開槍打中。後來匪徒咧係騎劫住架巴士，去到深水埗警署附近落咗車。呢個係曾經被匪徒挟持嘅巴士司機，佢話當時係好驚。好混亂啊，嘈冤巴閉有啲人。咁你自己驚唔驚啲匪徒開槍啊？我驚啊！佢開槍時候你點樣啊？我都一嚿雲咁啊！我最會揸車啦。有冇用槍指過你啊？有啊有啊。咁佢點啊？咁你反應點啊？我反應好驚啦！佢叫我點我咪點啊？大批藍帽子探員封鎖了砵蘭街一段行車線，在昨晚警匪槍戰的麻雀館對開路面搜查彈頭和證物，警員很小心搜查每一個角落。先後找到幾種不同類型的子彈頭和彈殼，另外在地鐵站出口對開的外牆亦都發現一排子彈窿。由於賊人在上海街曾經挟持巴士逃走並且開過槍，警方都封了上海街一大段路面進行搜查，所有行經的巴士都要改道，而在昨晚槍戰現場附近到處都見到很多乾了的血跡。警方稍後在一間銀行門口發現個子彈窿和找到粒彈頭。至於遇劫的麻雀館，朝早並沒有開門，但麻雀館職員就如常上班。而麻雀館的閣樓可以見到台凳都很整齊，可能已經清理了現場。這班無良的悍匪，他們為了逃亡不顧一切，他們沿途一直這樣扔手榴彈，亂地向市民開槍，就是為了阻止警方的追捕。他們沿途還搶巴士又騎劫的士，結果是駛到去深水埗碼頭的方向。原來那裡已經準備了一隻大飛接載他們回大陸，結果就一去無蹤。今次的警匪大槍戰裡面，雙方一共開了130多槍，其中呢班悍匪仲掟咗7個手榴彈出嚟，其中有3個係爆炸成功嘅，造成咗無辜市民嘅受傷。喺今次嘅事件裏面，總共係造成咗2死19傷嘅悲劇，而兩個死者都係死喺瑞興麻雀館裏面。當警方搜查佢哋身份證嘅時間，好令人驚訝嘅，原來佢兩個係唔相識，而兩個亦都係同年同月同日生。結果他們兩個同年同月同日死在麻雀台上。這宗案件發生了之後，警方是懸紅50萬緝拿這班悍匪歸案的，而麻雀館方面亦都出了300萬的暗花，希望將這班悍匪繩之於法。之後有人是見到匪徒在深水埗上了一架的士向碼頭方向駛去，警方於是派出大批警員封鎖現場搜查。案发之后，警方空群出动，大约500個警员带住重型装备搜查全港各地悍匪有可能藏身的地方。大约40個新界冲锋队警员今朝10點开到深井丽都花园展开大搜捕。皇家辅助空军一架直升机就在深井的上空盘旋，协助地面警员侦察。現場警方的指揮官說，在今早9點多住在深井一個休班的的士司機報案，說昨晚11點多見到3個可疑的男人坐另一部的士到麗都花園落車。落車的時候呢，就見到其中兩個男子呢腰間呢就有兩支類似手槍物體。接報之後呢，我首先就在浪翠園那裡呢做一個觀察，看看環境是怎樣。咁就發覺到咧，喺地盤側邊咧嘅山邊嗰度咧，就有好多嘅一啲廢置木屋。咁我哋
主要就集中喺啲細節目裏面嗰度做一個掃蕩。帶隊穿著避彈衣嘅警員包圍附近山邊，出入嘅人都要檢查身份。行動進行咗兩個鐘頭，但結果冇發現。另外，警方亦都接獲線報，有人見到三個可疑嘅男人，其中一個腳部可能受咗傷，坐的士去咗流浮山落車。警方於是派出大隊警員喺流浮山、下白泥同埋沙橋一帶搜索。水警輪就喺後海灣沿海戒備，警員亦都喺流浮山出入嘅主要通道設置路障，截查可疑車輛。去邊啊？去邊？崖山。崖山遊。喺呢邊嘅。咩牛咩？棉花嚟噶，征收棉花人嘅都系。警方亦都喺元朗山背村、横州等等多个地区搜索，不过朝早嘅行动冇结果。而喺清晨，大约100个蓝帽子警员开入深水埗码头旁边一个建筑地盘，搜索怀疑同旺角枪战有关嘅疑匪。蓝帽子警员揸住长短枪，着住避弹衣，一字排开，逐步向海边推进。一路去到海边都未有发现。在行动之中，部分警员在西九龙走廊天桥上面高空监视，又出动两艘水警轮在海边巡逻，防止疑匪跳水逃走。行动到朝早八点钟结束。个单位，但屋里面没有人。警方在单位里面找到一支 7.62 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一批相信是麻雀馆劫案的赃物。另外又在屋里面发现有血迹。这个大厦主客说，他朝早七点几见到一个脚部受伤的男人进入那个单位。你看到他撞在身边哪里？这里的路口是广字路。他说撞车咯，说撞车撞到了，人家赔几万银他。跟着他说什么事，算数了，不去医院咯。警方说，今次行动是根据贼人逃走时所挟持的的士司机在今朝七点几获释之后向警方提供线索。警方又说，这个骇劫集团有5个成员，其中3个在昨晚和警员搏火的时候受了伤，现在手上还有3支手枪。警方相信这个匪帮是最近组成，和过往的劫案无关。相信呢，这一班贼人呢是和我们以往所知的贼人呢就是不是有关的，可能是一个新的党羽来的。他们在现场呢所讲的音呢是应该粗些少大陆口音的。由於5名悍匪中唐宇章行劫之後撤退嗰陣被警方打中7槍，仍然可以走翻大陸。由於班賊驚到醫院求醫會驚動公安，所以班賊就叫負責駕車散水嘅范偉明由大陸翻香港買啲醫槍傷西藥。但係范偉明被黑道中人出賣，所以佢過羅湖嗰陣就被警方拘捕啦。香港警方盤問范偉明嗰陣，佢供出呢個冷血集團情況，原來賊頭係嚟自香港嘅黃建偉。他在广州请范伟明和3个广州人带着大批军火落香港打劫，而中国公安就利用这些资料广布线眼将他们拘捕。唐宇章当时身中7槍，他估不到在香港可以枪林弹雨之下逃过香港警方封锁网，但是回到大陆内地公安没有开过1槍就将凶徒全部绳之于法。在香港警方和中国公安严密的部署之下，結果是將3名悍匪拘捕，他們都是同一命運，在國內被槍決。5個悍匪裏面，其中4個已經是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其中一個主腦人物黃建偉仲是逍遙法外。中國的公安並沒有放棄追捕這個賊頭黃建偉的決心，經過7年的追捕，結果在1999年的3月27日，中國公安在惠東那裡拘捕了黃建偉。黄建伟案发之后，就同其他4名劫匪断绝任何联络，避免公安跟到线索，又不停改名换姓搬屋，被个公安追捕，但系最后都被公安拉埋。水兴麻雀馆嘅大屠杀案件发生咗都有8年，5个悍匪亦都先后落网，佢哋亦都受到应有嘅司法制裁。虽然系对死者在天之灵都总算有个交代，但系对啲仍然生还嘅人嚟讲，当晚嘅恐怖情景，他們到現在都是難以忘記的。這次大屠殺的案件是中港兩地的警方發揮最高度的合作精神，將匪徒繩之於法的。所以近這幾年來，越境的暴力犯罪集團大大減少，令到我們香港市民都有些安寧的日子過。我們希望中港兩地的警方繼續努力合作，撲滅罪惡。